你好，欢迎收看1月21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吕慧。疫后国门开放，台东县政府力拼观光及海外行销，除了2月份起要推出台东奖励旅游及度假会议方案，鼓励包机及团体旅游，最高额度每人次4500元之外，县长也特别率团前往新加坡参加了观光推介会，并且传回捷报，台新双边旅行社签订了合作备忘录，预计今年送客1000人要到台东来旅游。那我们现在两位见证人都已经站在呢我们两位的代表旁边，接下来呢就是进行我们真兄弟旅行社暨我们华耀国际旅行社今天呢我们的签署备忘仪式，我们就是正式签署。在台东县长饶庆龄以及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童振源大使的见证之下，台湾在地的华耀国际旅行社与新加坡国内最大的真兄弟旅行社双方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预计将在今年将送客1000人来到台东旅游。为了抢攻国外的旅客市场，县长饶庆龄特地率领团队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推介会，同时也拜访了新加坡的前三大旅行社。而县长饶庆龄也在推介会上宣布，从2月起，奖励旅行社带团来到台东，停留2个晚上就可以获得旅游补助。另外，前100名来到台东的旅客，还可以获得精美的世家礼盒。我们很希望能够赶快介绍台东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提供了2个优惠啊，一个是前100位的游客呢，我们会提供凤梨世家的礼盒。我们还鼓励住宿2个晚上以上呢，我们会给红包优惠啊。那除此之外，最后我要感谢大家，因为台湾有很多地方要去，为什么要到台东呢？我就刚刚说了，第一个到台东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各位，现在空气是多么的重要呢？希望你能够到台东来排毒，把你身上的不开心，把你身上的这个忧虑都在台东能够一次的洗净啊！那我们希望能够跟新加坡达成非常好的友谊。那我想推荐一下这个热气球哦，因为热气球虽然全世界都有，但这个热气球在台湾的台东呢，我们台东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目前是被认证的全世界前三大的热气球节，也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热气球节，每一年都举办45天左右，那就是在暑假7月跟8月。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在暑假的时候来到台东来看我们的热气球，来吃我们的凤梨世家，然后来跟台东交朋友。县长饶庆龄率领团队积极开发国外市场，希望能够让更多外国游客看见台东，并亲自来到台东感受台东的丰富人文以及自然美景，同时也感受专属于台东的慢生活。记者陈基麟台东综合报道。